今日唔是啥物纪念日，嘛唔是我的生日，你奈何方送我礼物？还是讲你有做啥物亏心事？就参照我甲许玄金嘛，明明介意啊，说啥拢爱讲出来。暧昧才是爱情兄弟别的名位，了解无？不管是对人还是对代志，最重要的就是真心。你是虚情假意，还是真心真意？对方拢感受的。你唔捌啊？这间厝吼是有你甲恁姐啊，自细汉甲大汉的回忆。所以讲，这间厝对我来讲吼，是比任何世界物件更加珍宝。哎呦，兄弟啊，我计是你伫外口咧拍七个谈恋爱，才无回来厝里。原来你是哦，伤重伤在伫病院哦。哎，既然有法度站起来一届，就一定有第二届、第三届。只要你对家己有信心，继续复健，总有一天哦，你一定靠你家己的胸膛哦，改变全世界。哎，麦球啊，我马上，麻烦你换一张地啊。妈，阿姐，你搞冷静点嘛啦！我来跟你讲，是要让你知影，妈妈这摆人平安。他们过一天无转，我就无法度放心吗？伊走无偌久，我来甲找倒来，我来甲找。哎呦妈！清静的海洋，漫过人生的基地，看袂尽，来来去去。心酸稀微，分离的港口，相逢不再是十一号码头边情难离。我违背我心意，放手送你离乡背井，你敢有将？我等待你，清静的海洋，漫过人生的基地，看袂尽，来来去去，心酸稀微。十一号码头边情难离，我违背我心意，放手送你离乡背井，你敢有将阮来放袂记？思念像一支箭，飞向遥远的天。白色的灯塔，我等待。